接着要登场的是霞光四射队的编号十一林凤珠，是他给我们带来一首呢意义深远的歌曲，叫像一个女孩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非常寂寞的夜晚弹着七弦琴诉说着一段爱情故事，她的一段情，一起来欣赏我有一段情。为什么他要断？